国为一客，求交友共团圆。今天主要是这个加拿大新到加拿大的移民，来到这以后呢，来这又是第一次又第二次过中秋节。那作为我们显示金融呢，是发展于社区，回馈于社区，希望创造一个机会，让新移民呢都有个共同互相交流的机会，互相认识的机会，有助于以后在加拿大的共同发展。移民呢是每一个人选择的另一个新生活。那么移民到加拿大的国家呢，我们在这应该是个老移民，有二十多年的历史。所以说想想初期时候在加拿大移民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艰辛创业的机会和创业的这个过程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得到任何方面的帮助和关怀，都会感到非常欣慰，非常高兴。那我们也愿意呢借此机会呢给大家共同创造个机会，互相帮助，共同发展。作为一个新移民，他要如果来到加拿大，应该是首先来之既来之且安之安之。那既然选择来了，心态就要来，来的话要了解社会，认识社会，关心社会，共同发展这个社会，因为你成了这个社会的一员嘛。那么所以说我们呢希望呢每一个新移民呢多去了解，多去关心，然后呢把整个的咱们的生活发展得更美好。